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《人人有歌社》的功能更新简介。大家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又在笔记本上录的视频，我就录成很模糊了，大家将就一下啊。现在在那个Logic Pro 里边，那个人人插件是在那个 MIDI 效果这个地方。在这个地方点开音频单元刘佳佳人人，那现在就选择一个 MIDI 素材试一下。那现在就 OK 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设置。不过这里我提醒一下，就是有时候你这样点的时候如果没有声音啊，就把这个录音的开关点亮它，这个录音点亮它，有时候它可能会没声音的，那你就点亮它就有声音了，有时候它又有，我也没搞懂它为什么这个样子，反正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哦。这个就是 Logic Pro 的那个设置方法。